柳梢，别以为这里的结界能一直护着你，我就不信你躲在武阳侯府一辈子不出来。嗯，怎么样？你看，好看吗？跟之前有什么不同啊？咱们是去灵火树林，又不是去逛街，穿什么还不是一样？你先说说好不好看？其实也就。其实，你也觉得很好看。走啦。其实绣花枕头长得挺好看的。不对，他怎么可能绣花枕头呢？他要是绣花枕头的话，他怎么可能学得会流光斩？怎么了？近来敖狠一直盯着武阳侯府，阿西应该是想回家，刚出府就被他害了。我要回去向主上复命，你们当心点。好。阿西虽然过分，到底罪不至死。敖狠祸乱人间，就没人能治得了他了吗？没事，我们努力修炼，早晚能收拾他啊！我一想到敖狠，我手心就冒汗。把手伸出来，相信我，有我在。你看，你现在手心上是我，我不会让你有事的，我会保护好你，你听明白了吗？走吧。